学舞蹈呢需要保持体型，所以从十来岁开始我妈就监督我减肥了。我特别害怕跟他们一起吃烤串，他们吃大肉串小龙虾，我吃西红柿生黄瓜。我说妈，我知道我不配吃烤串，能把我这黄瓜撒点孜然过个火吗？我妈说，让你减肥不都是为了你好吗？过啥火啊？我看是我给你自由过了火。这个有点狠。这给我馋的，我说妈，让我尝一口吧。我妈说，尝啥呀？你闻闻得了。当时都给我气哭了。我说啊，你们连吃带喝的，我这饿半天净闻了。我妈说对，所以你叫饿净闻。残暴远不止这些，就连大家小时候吃的那些零食我也一律不许吃。我跟我妈逛超市的时候，我就站在货架前走不动了，我妈直拽我说，走啊，干啥呀？我说妈，我想闻闻味儿。我妈说，闻啥味儿啊？你看那包装大人是谁？莫文蔚。哎呦我的妈。炸了炸了，真的炸了炸了炸了。这是要逼死我呀，吃烤串的时候还让闻闻味儿，到这儿的味儿都不让闻了。你们说我活到现在我容易吗？